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早前突然宣布停工的艺人舒淇，令人猜测她因为大肚而要停工养胎。之前还流出了舒淇的近照，她一身宽松打扮，合影时身体微微向前倾，肚腹处衬衫松到凸出来，韵味超浓。难道舒淇是在这运动？2月6日，就有网友拍到舒淇现身某超市，身边还有一个约3岁的小女孩。舒淇对小女孩非常宠溺，二人更像是一对母女，画面特别有爱。照片中，舒淇戴着可爱的毛绒帽子和白色口罩，身穿长款黑色羽绒服，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就露出一双眼睛，也难怪没有一个路人认得出。此次同行的有舒淇的母亲、好友及一个小女孩一起逛超市。舒淇此行最照顾的就是同行的小女孩，似乎是在学习当妈妈。小女孩也紧跟着舒淇，二人经过水果摊时，小女孩看着草莓，两眼直发光。母爱泛滥的舒淇秒懂，立马拿出一盒放入购物篮。舒淇及好友各拿一大袋战利品出超市，小女孩则暂由舒淇母亲带，随后一行人赏识离开。